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个电视青年公开课节目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非常高兴我们的少年世界三部曲又来到了一所中学，这所中学也相当的了不起，江西抚州临川一中。他们说了一件事儿，我不知道准确与否，他说如果在学校这样的聚会上有人站在楼上拿石头扔，砸到的十个人里边就有一个可能是未来的状元。后来我就问，为什么要用石头砸他们呢？跟我说这个问题的人说，把那一个砸倒了，那九个里面就出新的状元了。这是一个竞争激烈的世界，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样的考验也好，父母的压力也好，学校对你们的督促也好，都没有办法改变你们内心少年世界的那种火热、憧憬和梦想。所以今天在这里，我们也将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关于少年人的世界。今天我们同样请来了两位开讲的嘉宾，他们是谁呢？我们先通过大屏幕来认识第一位。耍酷、卖萌、打游戏、调侃教练，他叫冯哲，也叫小胖。他是奥运体操冠军，也是微博人气王。他说不懂幽默的冠军不是好冠军。22年前，4岁的小胖被父母送进体校，9岁时他就已经有了人生第一个目标，世界冠军。如今他实现目标，满载荣誉，在小胖的世界里，快乐也是一枚金牌。他始终坚持生活就是一个有趣接着另一个有趣。掌声有请我们的第一位开讲嘉宾，奥运冠军冯哲。我一看到这样的场面，我突然就想到，此时此刻我们是不是应该升国旗奏国歌了？条件反应的大师，我觉得作为一个奥运冠军，你应该在无数场合看到过所有的观众给你们的掌声欢呼，跟今天这个现场有什么不一样？2012年，我们战胜日本队那瞬间，凝聚了全中国人的心的时候，其实那个给我感触非常大，和今天一样。但是生活当中，你为什么管自己叫小胖呢？可能我小时候胖吧，那个乳名就带出来了，就小胖。其实现在一点都不胖，有那么一点点吧。其实我最羡慕的还是撒老师，怎么吃不胖。我还羡慕你呢，其实我从小就想练体操，上初中的时候我曾经被学校的体操队给挑选去了，说哎，这个孩子还看上去还可以，来试试。结果后来第一天训练，整个学校的教学楼里面到处回荡着我的惨叫，因为要压腿啊，要掰我呀，然后我就嗷叫，然后同学们都问怎么了怎么了。最后在学校流传一个故事，说他们抓到一个小偷正在打。从那以后我的体操梦就破碎了。所以看到你我都特别的嫉妒，因为你们实现的其实是我少年时代心里的一个梦想，而且你们是替全中国人在世界舞台上实现了梦想，所以他们是了不起的。接下来就把这个舞台留给冯哲，有请冯哲给我们的同学们开讲。大家好，我也不用介绍我自己的姓名了，其实我的普通话不是很普通，希望大家多多包涵。我以最简单的方式让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如果不懂的就发挥大家的想象力去猜，我就不解释了。就像撒老师刚才说的，练体操会压腿，但撒老师您知道吗，那是不对的，因为摧残了我们很久，而且现在的体操理念就是快乐体操，和今天的主题很相近。我大概4岁的时候吧就练体操了，我练体操是因为我父母没法管我了。我现在分析啊，可能因为我当时吃的太多，送到体工队，
有教练管，啊，有伙食的保障。现在我是这么想，但我父母一定说是因为我太调皮。而我当时的幼儿园真的也挺适合我的，有乒乓球、羽毛球和体操，每样选择两天，一个礼拜就过去了。但我在乒乓球和羽毛球训练当中，教练只说了一个字：太矮。但我在体操房，我感觉能量得到了释放。我跟其他运动员唯一不一样的，可能就是比较盲目的自信。我也不知道是好是坏吧，到现在为止我也还是不知道。我9岁的时候有一个梦想，就是说要拿体操世界冠军。9岁的小孩什么都不懂，连体操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就敢许下这么大的诺言。其实我跟在座的同学差不多大的时候也有很大的痛苦，不知道你们这个现在的痛苦是什么。我当时的那个痛苦吧，就是写暑假作业。暑假放假之前，我给自己的暑假有规划，也有计划，说我每天要学习5天，除了练体操我还要读书。但实际呢，所有的暑假作业在最后2天拼命的改，没日没夜的写，以至于现在听到暑假作业我都有点恶心了。我这一生中哭过2次，第一次就是在2008年奥运会落选的时候，第二次就是在我买的冰淇淋还没吃就掉地上的时候。因为当时我跟王导关系挺融洽的，现在也挺好的。我就跟王导说，奥运会没有上场，没有选上，其实不算什么。20年、30年以后，还有多少人能记得你？所以说，一次比赛或者一次考试，这些失利都不重要。不会因为一次考试就说你考得很笨，但是如果你考试没考好，走不出这个阴影，这才叫笨。2001年的日本世界锦标赛，因为明年就是奥运会了，所以说不仅是我的教练还有整个中国体操队特别重视。因为从历来的世界体操锦标赛来看，如果我落选或者没比好，很有可能影响到12年的奥运会。但事实证明我确实没比好，但是我对外表现的一定要坚强，不仅给队友看，给教练看，也要给所有人证明我还可以。但是王导当时的心情的状况可能还不及我，我还得去安慰王导。大家肯定都知道摸底考试吧，当时跟王导这么说的，我说王导，从历史上来看，摸底考试考好的同学不见得最后期中考试或者高考会考好。我就把这种心态一直在感染王导，王导也在用对我不放弃的那种精神相互鼓励着。一般到这种特别难受的时候，我肯定会选择我最亲的人，给我父母打电话。一说到父母，运动员全是眼泪啊。因为从小离家，跟父母聚少离多，每一次见面有可能只是在比赛后的2天的休假当中，所以说平时有什么事情只能通过电话跟父母进行联系沟通。虽然他们不了解，但是我至少说出来了。我当时打电话给我妈是这么说的，电话通了以后，喂，妈妈，我想你了。但我妈这边很敷衍我，嗯。我有说，妈妈，最近我状态不好。我妈，嗯。我刚准备说最近我比赛，我妈突然就等，砰，糊了。就在我这么痛苦的时候，我父母就感觉把我遗弃了。虽然这只是一个玩笑，但是我对自己的事业还是比较用心的。就像我准备伦敦奥运会的时候，
我最爱吃的芝士蛋糕、冰淇淋，我可能有记载的话，应该是一年左右没有碰过他们。因为王导教育的我好，他说，如果对奥运会哪怕有那么0.1%的好处，都一定要去做。我因为我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控制好自己的体重，这是我训练比赛最大的敌人。在不吃甜食的这一年里，我确实瘦了，而且12年也让我见到成效。其实跟在座的大家学习是一样的，向着你的目标去努力，中途遇到一些小挫折，首先是不要放弃，对你学习会好的东西一定要去做。我的讲演今天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谢谢，再一次掌声感谢冯哲给我们带来的开讲，谢谢大家。不过听了你的演讲啊，底下的观众朋友也有一些问题想问你。首先第一个，现在非常时尚的微博用词，因为大家知道你是个微博控，所以同学们想让我问一下，这些词你是否都明白？第一，不明觉厉。不明白你们干了些什么，但我觉得很厉害。哇，十动燃句，十分感动，然后拒绝。喜大普奔，应该是欢天喜地，奔走相告吧？好像不是吧？喜闻乐见，大快人心，普天同庆，奔走相告。人间不拆。人生很艰苦，就不要拆穿了吗？哇，你看，这真的是几乎天天泡在微博上的人。说实在话，这些词儿我都不知道，而且我估计，在节目里我也用不上这些词儿。会用上的。会用上的哈。对。还有一个小问题特别好玩，老师和校长还有家长都跟我们说，你要想身体长得又高又壮，那就要吃得多，锻炼多。为什么你吃那么多，锻炼那么多，身高还和何炅差不多？谁？人间不拆嘛，你们真是用上了，用上了。你们太……但这个问题问的还是有点水平哦。其实啊，你怎么回答？这个、体操选材之前，需要把你父母叫过来，看你父母长多高，我们才能接受你。我因为我们隔壁有一位大叔吧，经常被借去当家长，因为长得高。而我可能那天别人大叔已经被借用了吧，我又只能叫我亲生父母去了。别人说，哎，体操这挺合适的。我倒是挺担心那位大叔的，他能记住那么多孩子的名字吗？你说的是哪个？对呀、啊，所以大家听到了吧？有的时候身高或者身材强壮与否，可能跟锻炼和吃啊不是直接挂钩的。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合理的饮食、健康的饮食和适当的锻炼，一定对你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这一点我可以保证。好，冯哲用他的开讲跟我们分享了他的故事。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请出我们的第二位开讲的嘉宾，我们同样通过大屏幕来认识他。卷曲的头发，简单的着装，他被誉为最迷人的小提琴家。5岁开始练琴，7岁公开演奏，他是名副其实的天才琴童。他是继聂耳、冼建海之后发行肖像邮票的第3人。他在国内外共录制发行数十张录音带，被誉为中国发片天王。他是演奏梁祝最多的小提琴演奏者，被称为把梁祝带出国门的音乐使者。年少时留学苏联，他用音乐架起中国与世界的桥梁。今天从未停下脚步的他，希望与中国少年分享，人生就是一场远行。掌声有请开讲嘉宾郑中国先生。
同学们，大家感觉到了吗？站在舞台上的哪里是一位长者，他完全就是我们的同龄人。人有两个年龄，一个是生理年龄，还有一个是心理年龄。所以呢，当一个人呢，如果他并没有老，他的心老了，他就老了。可当一个人生理年龄比较大的时候，如果他心是年轻的话，他永远是年轻的，永远是少年的世界。您真的像那句广告词，70多岁的人，15岁的心脏。所以接下来谢谢，我们共同来分享盛中国老师他的人生经历和他的音乐传奇的故事。有请盛中国老师开讲。我年龄比你们大，但我不想以长者对后辈那种态度去讲话，我不想这样。所以我想我们平等，就同学跟同学之间的交谈，好吗？我出生呢在一个音乐世家，所以我在我妈妈的这个肚子里头的时候，我的胎教就替我父亲练琴，所以到我的身上的看到的画面就是爸爸练琴。我虽说话呀非常晚，所以大家觉得这孩子他傻了吧，怎么3岁不会讲话呀。但是我会拿两个筷子把我爸爸拉的所有的曲子我都唱出来，一边拿筷子来摸他那么拉。所以呢，我父母呢这里还不担心，所以他的同学到家里来玩的时候呢，一个保留节目就把我搁在桌子上，站在那里当舞台，然后两个筷子，我很认真的唱爸爸曲子在演奏，大家就哄堂大笑，这是我的保留节目。当我到5岁的时候吧，正式学琴了，因为我是我父亲的长子。作为父亲讲的话，他对长子的期望值是最高的，对吧？但是呢，对父亲讲的话，也是他最年轻的时候第一次做爸爸嘛，对不对？所以呢，那种望子成龙啊，心过一切了。所以我小时候真的是没少受苦啊，但我不怪他，还感激他啊。这个5岁开始学琴的时候呢，这个爸爸说了，从明天开始，你就正式学琴，就不能再玩了，行拜师礼，就是煮两面两个鸡蛋。跪下给我爸爸磕头了。为什么行拜师礼呢？父子之间可以撒娇，儿子可以不听爸爸的，对吧？爸爸也爱儿子嘛，那就搞不起来了。所以呢，我跟我父亲在拉琴的关系上是师徒关系，而不是父子关系。我是1年365天，除了大年30晚上和大年初一不拉琴以外，其他所有都要练琴。而且呢，更严重的是，我父亲是这样的，他不讲望子成龙心太切嘛，他对我所有的要求事不过三，所以把他心里的小孩把他就去低了，抬起来，哦，抬起来，又忘了，过3回就体罚。我不提倡体罚啊，但是人的潜在的能力啊，有时候在高压是会被激发出来的，所以呢，我就是说，我就很自然的，我就要去想办法做到他要求的，所以是不能要求3遍。一遍两遍就要做到。同时呢，我觉得他的教育的某些方面呢，也值得家长们可以借鉴。他在我拉琴的同时，不是管拉琴的，从小他要让我学什么呢？古文观止，这要做中国的名篇，这东西当时我是觉得真是太枯燥了，但是后来我发现对我太有用了。人家都以为说孙老师肯定有外国护照了，他肯定到那个定居去了，我说没有，哎，我真就在中国呀。为什么呢？跟那些小时候这种教育是分不开的。我懂外国的文化，但是呢，中国的文化哺育了我，所以我的根就在中国的，再怎么样我也不能跑外国去，是不是？所以说啊，特别在今天改革开放的时候，是吧，当我们向外国学习的时候，是吧，我觉得我们不能够啊，什么都是外国的，哪怕月亮都外国的圆，这样是这个是不好的，是吧？应该重新反思，应该把我们5000年文明那些好的东西，现在仍然要去继承它，仍然要去发扬它，这是非常重要的，是不是啊？因为我今天讲的题目有一个叫做人生和远行呐，知道吧？所以呢，我觉得我的生活真的是不断的在远行。到18岁的时候吧，这个一个偶然的机会，就是经过国家选派
去前苏联莫斯科音乐学院进修。一个留学生的花费是多少？你们知道吗？一个国内的大学生需要12个农民，面朝黄土啊，头顶烈日，辛勤劳作，一年的收获，12个农民加在一块，能养活一个国内的大学生。可一个留学生需要国内的12个大学生来养活一个留学生，12×12是多少？太多了。所以说啊，在莫斯科的时候，我打这个是老早，我现在还讲的时候，我就老早记住这个了。所以那4年里头啊，可以讲吧，我觉得我对我来讲的话，学到的不仅是提琴，在那里头，我的这种怎么说，一个人生的思想的一种人生的这种思想的这种成熟啊，在这个国外的环境里头，有时候比国内更复杂，是吧？特别到了最后，我要回国了，我老师啊，他就说，你是个天才，你是属于世界的，意思就是说你能不能够不回去。后来我说，俄罗斯有一句谚语，做客虽然好，自己家里更好，这是一句谚语。因为对我来讲，我需要的只是一个世界的音乐舞台，我的根是在中国，要最终这个舞台干什么呢？我要去让全世界了解今天的中国，了解今天中国的文化，了解今天中国的辉煌的一面。下面呢，就到了呢，1980年了。到1980年的时候呢，这个根据中澳文化协定，就是我的澳大利亚巡演，5个城市演15场音乐会，演出受欢迎不重要，那些华侨上来给我握手，满含眼泪。他说：“盛先生呐、我们是祖祖辈在澳大利亚几十年了，这是我最扬眉吐气的一天了。”我怎么了？他说啊，那么多外国人给咱们伴奏啊，你演奏那个梁祝啊，大家那么欢迎的，我扬眉吐气啊。所以他们非常高兴的，那些华侨啊，是吧？同学们呐、你们都有自己的价值，有一天你们都会去实现自己的价值，可以成为非常优秀的人物，都会的。但永远要记住，这个小我是一定要跟大我重叠在一个，用胶片来比喻的话，重叠在一个焦点上的，明白吗？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正能量，这就是实现中华梦的动力。总而言之吧，我觉得一个人生来讲的话，和远行确实是有一点关系的。因为啊，你走出去，你就能开阔自己的眼界，是吧？你就能够去了解世界，认识一个世界。所以最后我想呢，讲一句话呢，就是说，为了中华民族的兴盛，为了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好男儿志在四方。下面来给大家奏一曲，特别拉一首上一个世纪的一首名曲，叫做《新疆之春》，以表祝愿。
突然感受到了两个字。我整场演讲听下来，包括最后这曲《新疆之春》听完，我只有两个字形容我的感受：幸福。那是一种艺术带给人的幸福，会让你觉得生活是这样的美好，未来是那么的充满了所有最美的期待。在您演讲的过程当中，同学们那个小纸条啊，哎，太好了，整整我只能是精选出其中的很小一部分。第一个上来就是盛中国老师，您有多少把小提琴？我有60把提琴，而且这些琴不是白费的，多少孩子去国际比赛的时候，他们没有好琴，我借给他们。哎，紧接着这个问题就相当现实了，您最贵的一把小提琴多少钱呀？就是今天的，好奇啊！我刚刚拉大家听的，就刚才那把。哎，对，这个琴它在国际上它的价钱，当然要好几千万，我讲人民币啊。这个300多年的琴啊，嗯，你们听到的是300多年前传到今天的声音。对。但是我想告诉各位，一把小提琴，如果它不能在真正爱它的人手里发出最美的声音，如果它仅仅是躺在盒子里摆在那儿，分文不值。但是如果它拿在盛中国老师的手里，如果由盛中国老师交给一个可能没有钱买不起提琴，但是充满了艺术天分的孩子的手里，他拉出来的音乐将是无价之宝。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同学带着深深的忧虑问道：盛中国先生，我想问您，练小提琴脖子会歪吗？你看盛老师答案就有了吗？你看我脖子不歪吧？对，对不对？所以说啊，做任何事情没有科学性，脖子肯定歪；有科学就歪不了了。其实关于少年如何成长、如何成才，今天我们现场也来了我们临川一中的几位同学。当然，与我们往常节目不一样的是，不光是年轻人，还有他们的家长和他们一块儿。带着年轻人的疑惑坐在这儿，想和我们的嘉宾共同探讨。我们再次掌声请出我们刚才的演讲嘉宾冯哲，我们和盛中国老师一块儿好来和大家交流一下。盛哲，现在可以开始，有什么问题向两位提问都可以。第一位，小撒哥哥好，两位嘉宾好，我是赵逸竹，来自临川一中高三文科零班。我喜欢画画，我的梦想是当一名知名的服装设计师。这次我也给主持人和两位嘉宾特意设计了服装草图。给我们？没错。在哪儿？请看大屏幕。嘿，哇！哦！哈哈哈！你说一下你的设计理念。嗯，首先第一幅是设计给冯哲哥哥的。这件衣服的上衣的领子非常宽大，给人一种随性而自然的感觉。衣服上的方块取材于俄罗斯的方块，能体现出冯哲哥哥青春有活力的特点。喜欢吗，冯哲？谢谢，非常喜欢。第二个，是设计给盛中国老师的。嗯，刚刚听完盛老师的演奏，我真的到现在依然非常心潮澎湃，所以跟您设计的是一套演出服。我将演出时经常戴的领结变成了一个单边的不对称的装饰，使整套衣服显得与众不同。对，因为本身小提琴就只有一边嘛。对呀。所以把领结和口袋都设计到另一边，刚好平衡一下。平衡了嘛？太棒，正好被小提琴挡住了，而且画得惟妙惟肖，连您的发型都画得这么准确。厉害。嗯，给小撒哥哥设计的是一套主持时的服装。这套服装给人的整体感觉呢，是线条干净而明朗，能够衬托出小撒哥哥的好身材。但是这些都不是最关键的。嗯，最关键的是什么呢？请大家把目光投向那双鞋。你给我设计了一双高跟鞋。这是我特意为小撒哥哥设计的增高鞋，内增高加外增高，相信您穿上它以后一定能站在一个全新的高度上看世界。人的高度不在于身材，而在于眼界。
但是哦，泼冷水喽。这个是应该说 but， 对，你现在高三了，别的同学都在埋头为了高考做各种习题，你埋头在这画草图。饶校长看到了以后会饶了你吗？饶校长，饶校长，顾名思义肯定会饶了我吗？现在学校知道你的这个想当服装设计师的这样一个梦想，以及你目前做的这些准备，还是说完全是在秘密状态下？之前是在秘密状态下，今天大家都知道了。为了我这个节目，他已经豁出去了。没错。嗯，所以你有什么问题想问两位的吗？首先，我想问盛老师一个问题：在中国有很多人选择远渡重洋，去帕森斯、圣马丁那样的国外知名学府学习服装设计。你也曾去柴可夫斯音乐学院学习音乐。就像您刚才在演讲中所说的一样，当时你出国留学需要144个农民才能支持您。然后我就想问一个实际一些的问题：如果家庭不具备出国的条件，我们应该怎样实现梦想呢？好，是不是实现梦想一定要远行？我认为去哪里不是最绝对的，因为现在是一个信息时代，如果能够充分的利用现在的这个信息手段的话，你同样可以知道国外的情况，对吧？并不难知道吧，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不出去不代表你就成不了才，不代表这个东西。比如说人在中国眼观世界，再来学习，我觉得一样可以学得很好。所以呢，关键一个人呢能不能成才，不在钱有多少，在他自己有没有那个伟大的志向。谢谢盛老师。第二个问题，我想问冯哲哥哥，您刚刚在演讲中说，您在9岁时就树立了一个梦想，想当奥运冠军。可是我发现我身边有很多同学，他们到了18岁都没有一个明确的人生目标。所以我想请问您，您觉得到多少岁树立人生目标才不够晚呢？这个跟年龄段可能有一点点吧，因为我小时候接触的少，眼界也没那么开阔，只认定了这个。而现在你可以纵观天下，找一个适合你自己的，而不是说你看到这个现在热门你就去追捧，但真正你可能入门以后它已经变冷门了。从找一个适合你的以后坚定自己，找一个自己顺手的，因为你要从事很多年。希望你能够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服装设计师。谢谢，我期待着看到你的作品。谢谢，谢谢你。谢谢。下一位。我叫罗颖。首先呢，我得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一个来自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女孩。我呢，从小的梦想，我就只是想要走出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记得小时候，老师经常给我们作文题是山的那边。每一次我提起笔，我就会写山的那边应该就是海吧。山的那边还有蓝精灵。从小我们就唱着，在那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蓝精灵。所以你所有的想象都是合理的。我记得爸爸有一次到沿海地区出差，他用一个矿泉水瓶给我就装了那么小半瓶的海水。透过那瓶海水，我真的仿佛就看见了真正的波涛汹涌的大海。当时我就下定决心，我无论怎样，我一定要走出这座大山，我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生是见识，不是活着。可是有一个困扰了我很久的问题，因为妈妈她不大支持我走出去，可是我又十分想走出去。我就想问问盛中国老师，就是你是否也和我妈妈一样认为父母在不远行呢？作为你想走出去，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作为母亲来讲的话，不愿意走出去那是母亲的爱，母亲把你看成是一个孩子，她不放心你，这也是非常的怎么说呢，正常的事情。怎么办呢？如果经济上还可以的话，在不太这个劳顿的情况底下，你就带着你的妈妈一起走出去，不可以吗？可是妈妈比较想待在贵州，因为我们贵州是个好地方。因为她呀，可以住在贵州，是个好地方。
他作为远行去看一看这外面的世界，不妨碍他喜欢自己家乡。在走的过程以后，你的妈妈慢慢会觉得很好嘛。妈妈来了吗？来了，就在身边。来，妈妈。作为我们孩子提出的这个问题哈，我们这一代的年轻的家庭，我们都是那个独生子女，孩子那个家长都不希望孩子离开我们。从去年罗颖他们一到这边读书，实际上我们就提前进入了那个空巢家庭，我们觉得非常像我一样哈，非常的觉得孤独。学学冯哲的妈妈嘛，打打麻将。我的母对呀、他四岁。你爸妈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也是有梦想的，他必须得把我送出去，这样才有更好的发展。走得越多，看得越多，了解得越多，想法也就不一样，改变就从此发生了。但是我问你，你是希望把女儿留在身边，但是她的心却在外面的世界游荡着，每天都渴望着走出去，走出去，还是希望让女儿走出去，走到她自己的天地里，但是她的心却始终牵挂着他的爸爸妈妈？希望孩子越走越远，对，心还在父母亲的身边，对、想着我们，对，这就足够了。所以，听到妈妈的话了吗？听到了。能理解妈妈和爸爸对你的思念和不舍吗？能理解。你知道在你离开家的时候，他们俩是什么状态吗？你了解过？我在离开家的时候吧，我说我要走出来了，我就一定不会在爸爸妈妈面前哭。我怕我哭了他们会担心，会更舍不得我走，所以每次妈妈紧紧抱着我的时候，舍不得我走的时候，我就害怕动摇，我一转身我就走了，每一次都是这样。谢谢女儿能够理解我们做父母的心，乖女儿，你会成功的。我觉得世界上最美好的情感是当你理解了父母，当你懂得了父母为你所付出的一切，而父母带着满心的思念不舍，仍然毅然决然地把你送上火车，在那一瞬间，子女和父母之间的情感是这个世界上最完美最温暖的东西。因为你不会永远在外面漂泊的，总有一天你学成之后，你带着所有的知识，带着你所有的能力，带着你所有能够报效父母报效这个社会的本事回来的那一天，真正的美好生活才开始。谢谢老师。为了那一天加油吧。好，谢谢。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问冯哲哥哥吧，就是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到底是精彩更多还是无奈更多？说实话啊，拿到第二的时候是无奈的，但是一般我拿冠军比较多一些，我觉得是精彩的多一些。我虽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精彩还是无奈，但是我既然走出来了，我就更愿意相信外面的世界它就是精彩的。对，用你的眼睛去感受吧。谢谢。谢谢。来，下一位。我叫安乐兴博，我是一个梦想和爱好超多的男孩子，我非常喜欢骑行。我在中考毕业的时候，我每天骑行8个小时，就是为了完成我高考去西藏骑行这个梦想。每天要骑8个小时啊？八个小时。喜欢骑行，还有呢？我自己也会设计一些反光 T 恤。也设计服装？对。你们俩是竞争对手。不过我设计的服装经过汽车的照射，还是为了骑车。对，汽车用的。通过这个服装也赚了不少钱。我也非常喜欢架子鼓，不过现在正在学习当中。同时我也非常喜欢制作甜点，今天特别做了甜点。什么？做甜点？做蛋糕甜点。什么原材料做的？那个牛奶，然后还有巧克力。爱乐兴博的手艺啊，味道好极了，绵柔中带着一些少年的梦想。好，继续问问题。我是一个很喜欢给自己留退路的人，像我如果音乐不行，我可以做设计，设计不行，我可以做自己的蛋糕店，自己蛋糕店不行，我可以回家养猪。
因为那个我外公家有个养猪场，我小时候天天和外公在一起养猪，我外公带我见证了小那个母猪生小猪的过程，还有喂猪饲料、扫猪圈，有一天晚上还在猪圈里面睡过一个晚上。你这个甜点不会是第二天做的吧？两位老师，一个拉了一辈子小提琴，一个练了22年的体操，我想问两位老师，人生该不该给自己留退路？那你不要把它想成是一个退路，这有点我觉得太负面了。兴趣很广泛，对，是吧？我的生存的这个方法很多，要选一个你最适合的，把它做到底。盛老师肯定不是学完钢琴退下来拉了小提琴吧？对对对。我不是练完跳水或者其他项目退下来搞了体操。对。说年轻人还是盯着一个梦想努力去奔跑，而不是一直在退，希望你往前，这是我想告诉年轻人的。我个人也觉得啊，兴趣爱好多是个好事，而且关键是你在哪一个方面你都有自己的一技之长，你不是说我这个搞两下那个搞两下哪一方面我都不行，而是说在哪一方面你都能拿得出手，这是个好事。但是你不要用退路的心态来看待他们，他们并不是你未来的避风港。人生为什么不能多彩多姿？所以我特别想知道，在众多的爱好中，如果让你选择一样你认为自己一定能成的或者一定会做出点成就的是什么？开一家蛋糕店。蛋糕店。对，走高端路线，私人定制的，高端大气上档次。私人定制的蛋糕店，目前我告诉你，目前可以蛋糕店放一放，骑行稍微放一放，包括养猪这事儿可以先不考虑，先把你眼下最想完成的这个目标完成了，在学校里财经啊，包括你未来走入市场之后必备的一些知识能力积攒到了之后，未来有一天我相信我盛中国老师小胖有可能的话，我们一起去光顾你那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蛋糕店。好，欢迎欢迎，谢谢。下一位，你叫山君。山君。我的名字呢是取自爸爸妈妈两个人的名字，所以我是他们俩爱情的结晶嘛。哎，这个我很少能从高三的孩子脸上看到这么灿烂的笑容，轻松的灿烂的。你是不是也只有在这会儿？我和我的小伙伴平时也过得挺嗨的呀。你和你的小伙伴是嗨了，饶校长惊呆了。嗯，这里我就要说了，刚才爱乐辛博他真是一位全能型的人才，我觉得我可能也是吧。然后绘画、书法、演讲、纸艺、羽毛球和游泳，这些我可能都还干得不错。你就差体操了。虽然说我可能会很多的东西，但是有一个毛病就一直困扰着我，就是我很有惰性，而且特别没有毅力。那我就想请问冯哲老师和盛老师，练习小提琴和练习体操都是非常枯燥的一个过程，需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那你们是怎么从这个日复一日的过程中找到乐趣的呢？最要紧的，你有个理想，我讲那个有一个指路的那个航标，那个灯它的闪着光，啪啪闪着光，里面有这个目标，我再苦我认了。为什么呢？我一天一天在接近我的目标，它激励着我再努力再努力再努力，好不好？有了点面相介绍就好了。对，其实到现在我发现我有一件事从小到大一直都很想去而且希望自己能够坚持要做的事情，就是画画。你画画画得怎么样？我有一张图。哟，哇，你很有天才，真的。我就梦想着能够走遍这个世界，然后用画笔画出这个世界，像宫崎骏大师一样用画来治愈我们的心灵。其实刚才你一说到惰性的时候，我心里咯噔一下，因为我发现
其实包括我想在座的绝对不止山君一个人有惰性。我觉得刚才盛老师给了我们一个特别好的建议，在你的前方树立一座灯塔，你有了明确的方向，你有了那个不断在召唤你的那个光芒，你会一直有靠近他的欲望和勇气，你就有了动力。惰性一定要斗争，你不跟他斗争，他就一定会压过你。所以山君，包括我们所有如果心里有惰性的同学们，我们一起加油，向惰性宣战。谢谢。还有刚才我还问了冯哲老师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啊。你说我们练的枯燥，说拉琴也枯燥，但是你怎么知道我们枯燥呢？你怎么知道盛老师在拉琴当中每个音符接每一个音符的节奏呢？而且体操是51个动作，我一个动作可能练得枯燥了，我可以还有那么多动作可以去换着练，不是每个人都觉得会去发现，你要在当中发现自己的乐趣，你就将可能会走得很远。谢谢冯老师，我也明白了，我要坚持我的兴趣和乐趣。叫哥哥好了，别叫老师。其实在昨天晚上我还跟我朋友在说，我说今天哎，要不送点什么给央视的节目组吧，以表我们大临川大学子的才华。然后我有一个朋友，他今天就带了书法作品来了，吴斌星子。哇，同学，这真是你们这高手都太厉害了，都是隐藏在各个角落里。我是高二七班的吴斌星子，今天带来一幅书法作品送给小赛老师、盛老师还有冯哲哥哥。这样，来盛老师您，哇，你写的？对，我写的。第一字不简单了，哇，远行的梦想。对，我从小哇写的好啊，从小就非常非常热爱书法，对不对？远也是把它当成我的一个爱好，一个乐趣。所以我觉得我每天写书法都非常非常开心，所以写这5个字送给大家，也送给老师，希望大家带着梦想远行，谢谢大家。太好了，再次感谢星子给我们带来这么一份特别的礼物。我自作主张了，这幅字我们送给盛中国老师。太荣幸了，来盛老师，谢谢，请您好嘞，接受孩子们的这份，谢谢啊。还有最后一位，两位老师好，我叫朱深，我还想问冯哲老师，因为我最近经常关注他的微博，我发现他的世界里可能就是一直都是快乐的，没有什么不快乐的事情，所以我想问他有什么不快乐的事情，并且我想问他这种快乐的传递是发自于内心，还是因为他是公众人物，他需要传递出正能量，如果是后者，他会不会很累？问得很有深度。肯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快乐，像我也有不快乐，像昨天啊晚上吃的肉还没吃到啊就收走了，也有不快乐。但你要去想，把那几个蛋糕还是拿回来。跟我身边的周围的人、生活的人肯定知道，我每天应该说用傻乐，一点不夸张，因为不快乐的事情应该迅速忘掉，不要耽误你下面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干一件事情干好了，你自然心情高兴，但不可能每天都干好，做错了的时候、做差了的时候，如果你还在抱着这样的心态，就会一个传一个，你今天一天都有可能不高兴，因为你不快乐不高兴，你不能改变结果，这是最重要的，你还不如高兴的去面对它，也许结果会让你意想不到。谢谢小大哥哥，谢谢两位嘉宾。盛老师你好。你好，我是周深的妈妈。哦，你好。我代表学生家长来的。您的父亲养育了11个子女，对，培养了9个演奏家，为什么您没有让您的女儿学习音乐？是不是您在你父亲的逼迫下，你不想再逼迫你的女儿？还不是这样的。我父亲那个年代呢，就是说他能对我们做到最方便的，就是他会这个教我们学提琴，加上我又喜欢提琴，对吧？哎，而我女儿这个时代是我想呢，你喜不喜欢和擅不擅长我必须冷静看待了。对，
我觉得他呢，一不是特别喜欢，二也不太擅长，那我何必他拉琴干嘛呢？后来他有兴趣搞绘画，那就画画吧。说画画他自己搞出来的，到法国留学学多媒体，现在回来有自己的工作室，所以就说他找到了他自己适合的去做了，哎，反正做出一点名堂来了。一做父母的能够非常客观地评价自己的孩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谢谢。作为一个父母，怎么去真正客观地评价和引导自己的孩子，这个课题不见得比咱们同学面对的高考试卷要简单的，爸爸妈妈们。今天两位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了那么多你们的故事，最后如果让两位嘉宾每人用一句话送给面前的这些少年人，两位会说什么？今天是你们的，明天也一定是你们的。年轻人，向你们的梦想冲吧。节目开始我就说过，如果我现在拿个小石头往下一扔，砸到了十个同学当中有一个就是未来的状元，但我不希望砸到的是高考状元，我希望我扔出去的石头砸到的每一个同学都是你们自己人生中的状元。感谢收看，开讲了，谢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演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